接下来就有一个未来版本中新常驻玩法的情报，在这里我也要为大家提前奉上。大家可能已经听过它的名字《极兽召唤》，这款风靡提瓦特大陆的卡牌游戏即将在 3.3 版本中与玩家朋友们见面了。哦，难道说？没错，可以在原神里面打牌了。在新玩法的模式中，旅行者们既可以邀请不同的角色和 NPC 进行对战，当然也可以和游戏好友进行娱乐对战。这是一个以 PVE 为主的轻度休闲玩法，没有与 PVP 绑定的奖励，而且所有的卡牌啊都可以通过玩法来获取。在闲暇时光，大家也可以和朋友们来上一局哦。目前《极兽召唤》还在测试与优化的阶段。